影片开始前，感谢这个恒生工程水土行提供这个账号测试啊。那今天的是一个特别企划，就是说我们要花多少资源才能开到等级10的转盘哦。一样，右下角钓鱼网讨论群可以加入哦。啊，你的大鱼，还有工会招募，甚至是个合作的带出优惠，670只要500元，相当的划算。我们开始进行的今天的企划。那这一次的影片比较特别哦，这个观众主动私讯我说，这个想要说，你的这个我们这个转盘有5万多啊，看看能不能帮我转到等级十，需要花多少资源啊？我觉得我这个东西我也还蛮想知道的哈。很多玩家已经跟我一样，完全没有抽到等级十过，等级一到等级60，等级80以前是有保底的，但是呢，等级9跟10是没有保底的。那这个账号主人教到我说，纸箱开一开哈，全部开一开，然后开始撸一撸啊。那所以说这边就跟大家聊天了。这边就跟大家聊天了。那下次直播哦，上次的直播反应其实还蛮好的，非常感谢大家。下次直播应该也是闪卡活动的时候，一定会开播给大家，跟大家聊聊天了。也蛮好玩的哦。那一样就是开播的时候都会准备1万题来钓，然后看看到底的自己是非洲还是欧洲。那一天直播的时候也是哦，今天好多感谢哦。因为我要开这个东西，要感谢一下，因为那一天直播的时候，很多人教我各种玄学的钓鱼法哦，我都有采用，我觉得都还不错，都还不错，都有各有奇效哈。那我到时候心目中也会选一个，我觉得目前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玄学钓鱼法，无聊就可以试一下。但是呢，这个账号是不是有点太猛了？我是开老半天哦，还好，开得完的，刚刚从那个300多开到200多了。然后我们这边开哦，那这个账号也是蛮猛的，已经56等了。56等，如果从公测玩到现在，其实也是要花个2-3万块的账，2-3万块啊，其实或者说不超过，应该是超过了哦，我没有算。然后到时候账号主人可以来留一下，说，这个账号大概花了多少钱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。那一样，这个游戏其实要花钱可以很花钱，要休闲可以很休闲的。那我就是中间那一个，就是花一半的那一个啊，OK， 那这边的话，这边已经开的差不多了哦。积分可以看的都算是非常多，纸箱开一开，我们不拖太多台签，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，那个幸运转盘哦。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哦，这边是550体，然后搭上我们幸运转盘，到底可以换到多少资源哦？那知道主人是说跟我说开完啊，那就是开完13次保底了，记得哦，1到8等哦，这个东西是有13次保底的哦，所以大家放心的抽啊，放心的抽啊哦。哇，我刚刚这边转盘弄一弄，其实有这个6万2千多的这个彩票转券。好，我们继续给它开转啊。刚刚为什么停下来？又停下来截图做影片的缩图啊，刚刚忘记截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话，看看能前进到多少资源呢？好，这边真的是拿到第一个纸箱哦，哇，感觉这个要玩很久我好像不是来钓鱼的，我是来玩俄罗斯转盘了。但我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大家一定会看得很过瘾哦。来，这边也这样，第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保了保了，没有保没有保，刚刚是13，应该是13，我刚少算一次哦。那我们继续，哇，这是一刀未剪实测啊哦，一刀未剪实测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赶紧开心转盘。要转到民国几年啊？感谢课长提供账号测试啊，有水土行需求哦，可以去找我们这个观众哦，直接 Google 一下刚刚开头的那个名字哦。恒生水土行，好，那我们这的话继续开始我们的这个开转，已经10箱哦，这也是拿到纸箱哦。那我们等一下顺便，如果有时间多的时间的话，顺便看一下那个老板的机体怎么样吧哦，老板的机怎么样？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好，我们继续开转，重头戏应该是在这个等级八等级手这边了。转吧，七彩的转盘，今天不钓鱼，今天不钓鱼，用我的鱼上和鱼器来碎时间哟。OK， 等级五了，
哎，等级五了，等级五了，等级五了。OK， 那你们哦，等级五是这样。哦，其实我有一次有玩到等级八还等级九，然后就上不去了，就上不去了。所以，哎，这个影片其实可以让你们说真的哦，如果你们的票哦没有很多的话，就也不用去上去 level 十了哦。哦，就是，然后这个票券是会累积的哦，票券是那个会累积的，就是你可以一直囤，一直囤哈。这个课长爸爸哦，这个就是囤资源囤起来的。然后呢，每一天哦，这个锦标赛也只能打到4800的彩票，所以在然后才会重置，所以一天就最多只能拿到4800的彩券啊。如果你做那个钓鱼锦标赛排名的话哦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哦，特别提醒我的。全精灵在开钓 ，OK。来到等级七了 ，OK， 等级七，这里我们继续我们的那个300体哦，开转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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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一个13次。那这个边的话，一等级七的时候，这边是给一个金箱跟四个金箱随机哦。哦，之前保底的话是这个紫色箱子哦，跟这个金箱去做的选择。基本上前进等级八就要开始运气之旅咯。当然，你看了这影片，你可以考虑说，我到底要不要说囤一次囤资源，然后开始转哦？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。好，等级八 ，OK， 那这边还是继续哦。那么这边应该就没有保底了哦。3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、2、3，好，是没有保底的，是没有保底的，是没有保底的哦。哇，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，我看起来是呼之欲出哎，好快，24次，好像还行。哇，满等是给到10箱金箱哦 ，level 值是10箱。OK， 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想看到等级10是什么样子。11、2。哇，这边罐头已经有来到39个罐头哎、欸，那个能量罐头包里大逼啊！抱歉，我没有帮他公章啊，我已经没有数到多少个，大家可以自己数一下哦。基本上这个目前看起来已经超过20抽了，好硬好硬啊，好险哦！我之前想要囤哦，结果现在这个感觉我完全没有心情了，完全没有 feel 啦，完全没有就是想要囤这个可怕的箱子啦。哇，该不会两万玩也没有吧？啊，好扯哦！哦，中了！哇，消耗将近，将近12000多、哦。我们来看看，哇，满等的话给12箱哦，而且小礼物就有这个金箱子哦，500抽，那这样子可以40 round。哇，这样转一下，你们看到这样一刀未剪，这样子从6万多这样转也是5到6分钟哦，很夸张的一件事情。五十箱，哎，至少保一次吧，至少中一次吧。那1到10等有19箱，我觉得其实还是很亏啊。所以我说玩，如果我们这种小资族的话，玩到6等7等。6、7、8等的时候，保底就不用再投了。9到10，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是无底洞。但是中了一次就还蛮赚的，所以还是在决定说到底要不要囤资源啊。因为56000其实也蛮久的，1天4800，一天可以打4800的话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还要打10天，基本上这个如果是正常管道，就是慢慢弄的话，也要十几天才有这些东西哦。我自己活跃一下。而且是要打好他们，像我根本就没有打好他们，不出，好扯啊，就是不出哎、欸，哇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哇，不出，
只等一次都没有看到的。哦，出了六箱，还好出一次，还好出一次。哦，帝国这个九等是完全没有保的、哦。哇，好、哦、没有，然后甚至升过一次以后就没有东西了，没有东西了。第三次。OK， 那这边的话换到3600点券，27箱87能量，26个纸箱 ,710T。那大家自己卓越一下，你会不会用这种方式去囤体力囤箱子哦？我是不会啦，那你们会怎么会不会囤呢？我们下方留言区告诉我或是告诉大家。我是立立喜的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